Oh my god， 这把枪。好的，各位，欢迎回到 Battlefield 5， 我是小 J。 那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一场大行动模式里面的第三天，也就是前线模式，在这张毁灭地图，也就是被轰炸过的鹿特丹。那这一场前线模式我跟我的队友们打的，我只能说是险象环生，到最后真的是两边已经拼尽全力了。那我在这边不剧透说我们到最后是赢了还是输了，这可以让大家继续看下去来发现。那我在这边也就不废话了，我们来看看今天的影片内容吧。那廖兵就冲出去死了。不要死，不要死，不要死，不要死啊！换枪。哦哦哦！我们后面也来人。哦，没有人可以重生。没有，我跟着小天直接让我去其他地方。维克斯。维克斯是那个场上的机枪哦，场上的，对，场上的。哦，都是人，都是人，二楼，二楼，二楼。哎，你们没跟我？哎，我穿错人了吗？有，我在附近啊，在旁边。出不去，现在 A 点二楼都是人。我在看能不能绕更远一点，这好像不行，只能绕到这里。我需要你们都跟上，我需要血啊，需要火力支援。我在旁边，我在拿下杠打那个点，干那 K 了。哦，是。哦，是。还有还有，还有啊还有。那我换医疗吧，都没有医疗。哦，是，炸弹掉了。OK, let's go. Go. 炸弹掉在哪里啊？没关系，我身上有。OK. 但是这个我炸不掉。要怎么出去啊？我没有。把这轰一下。我来，我来。轰一下，但是我没得轰了。OK, let's go. 好了，可以。Nice. 外面有人，外面有人，外面都是人。哦。好啦。啊！我死了，炸弹就在那个，就在炸弹点旁边。我看到，帮你打烟。哦，嗯，没救到吗？哦，像在这里，我都不知道有救了，没救到。炸弹赶快装，炸弹赶快装，炸弹在谁身上？炸弹在我身上啊！赶快装，赶快装。再装，再装，再装，有没有烟？有没有烟？没关系，没关系，这里现在我们人多。我们人多到我自己就看不到他们人在哪里，我们烟多到我看不到人。第二个炸弹往出去，哦，哦 ，shit， 这里有点危险哦。哦，真的。哦，他们要再拆了吗？他们在干？他们在拆吗？真的假的？对，拆。怎么会？快快快快快快快！我们的人不见啊！快快快！门出不去。你看，拆掉了。哎，哇，有没有搞错？这都能拆的吗？我们的人，刚不是很多人吗？对啊。有一个人带炸弹往 C 点去了，所有人跟着他跑。来看炸弹掉了。这都能拆的。炸弹掉在那里，我需要回家捡另外一颗炸弹。A 点现在又没有人了啊！我没救到 AC。我要去捡另外一颗炸弹。没有传你一秒。炸弹呢？炸弹好像没办法，来不及。二十五。背后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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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背后。A 点守下来，我看能带炸弹过去。没有 A 点，现在有点难守下来。赶快重生 AC， 赶快重生 AC。啊，后面也有 ，fuck！ 我前面很多人啊，他们为什么都？前面明明一堆人。尾鱼，等一下进去哦，等一下进去哦。我进去
先杀下一个人。哈，还有人，一枪死了。后面有人。帮尾鱼打烟。还有人吗？还有人吗？打了，打了，打了！赶快装，赶快装，装装装，装了，守好。守一波。守一波。我没子弹了，我借过队友。我一颗子弹都没有了，有谁支援兵吗？尾鱼有我啊，我捡到了，感谢。丢了，四处全丢。有啊，这个应该炸下来没有问题了。哇，另外一个炸弹为什么？我没有炸药。哎，这个炸弹为什么掉在地上？对，赶快捡起来。啊，后面我捡到，我捡到。Nice， 炸掉，炸掉。我没人说要炸回去，没人要回去挣，没关系，回去收点。没有，还可以，还可以。我身上还有炸弹，我身上还有炸弹。哦，炸弹还在吗？一个炸弹，我身上还有炸弹。再炸一个，再炸一个，下一波就比较好打。C 点，我们有一群人往 C 点去了。这个巷子很多人，要人愿意敢往前冲而已。我敢，我很敢啊！我冲了第一个敢。左边，帮你们丢血，你加油。巷子口左边的房子里面。好。OK， 出去之后左边的那条路需要压制。我打烟，我死了，我死了，我死了，先救我，我才有办法打烟。Nice， 我要打烟吗？我打烟了。OK， 我冲了。呀、好，小心要桥的另外一边哦，另外一边。OK， 我暂时到了，我现在等你们过来。来 ，OK，Let's、okay, go， 先装，桥对面哦，装到。桥对面哦，呜！哦，机枪那边乱扫。哦，干，不行，我还是 reload 太慢了。我还是没炸药在身上。我 reload 太慢了。哎，我这里可以救，我先要救。哦，炸了 ，yes， nice。OK， 把人救起来。下一波比较大。啊，我救了 AC， 我没有救到尾鱼。等一下，尾鱼你撑住 ，AC 救尾鱼。应该快要撑不住了吧？哎哎。啊，不行，尾鱼在这里哦。来不及了，来不及了。我以为你就在 AC 旁边而已。没有，我刚刚在追另外一个。Fuck！ 我可以直接回去家里部署。对啊，直接回去家里了，不用把命丢在这里。我们这次做很多事情，我们一次炸掉两个点，两个点都我们炸的，到底怎么回事？对啊，不过我们炸这两个点炸的挺酷的，炸的很惊险，超级有配合的那种感觉。不要进去，我们从后面。好，因为前面的已经盖起来，我们要绕边边。A 点他们在站哦，对，他们人超快的，一开始又是他们在站。你们在右边吗？我在左边。好像没有时间绕到背后了，直接从这里进去吧。但是我好像左边好像有绕到背后了。Fuck！ 为什么他？哇！怎么这么快啊？啊，我知道了，因为他们的人死掉了之后，他们直接重生到这边准备进来 A 点，但是我们的人还在那个三个爆炸点那里。对，我需要枪手，我需要枪手。我来了，好 ，AC 去，敌方已失去爆裂物，一个要一个枪手，还有一个支援兵来修。来了，他们剩一个人了，我们应该可以反推。哦，我是喷火。前方有人哦！哇，装了，太快了吧！啊，这好像过不去哦。喷前面，喷前面。十。右边吧，右侧好像有人。十。走不走？别追追。下面。啊，过太热。B 点没拆吗？我们不是很多人吗？我坦克都压在上面了。我掉下去，没人拆，干被拆掉，问号。
我需要一下，来不及，不知道来不来得及。一样，对方剩一个点，我们也剩一个点，站一点，要站一点。好了，修好。OK， 好，现在两边都炸两个，谁不欠谁，我们赶快去帮忙把 A 点站回来。对，正前方有烧到了，击中敌人。哦。O、okay, K， 右边、我们需要有人下车修。好，有啊有啊，后面有人在修。哦、oh, ，nice， OK， 那就好。后面有人在修，快上来，快上来，快上来。前面那个门口。我们要想办法压进去了，不然我们人都还没进去，他们已经占四分之一了。那就压进去吧，死就死了，死就死了，死就死了，剩八滴，死就死了。我们的人为什么没有压进来？死就死了，有人在修，有人在我们公司，死就死了，有人在修，有人在修，有人在修。我们这里已经喷掉超多人，然后我们什么都看不到。Oh my god！ 看吧，我们还能做什么？我就想问，我们还能够怎么样帮他们？你看，我们的人全部都在外围不进去，为什么？就淹进去就好了，全部在打房子。我们还能做什么？进去啊！为什么不敢进去？重置 AC。我们已经拼命了，对啊，我们真的拼命了，命都拼上去了。哇哇，对啊，我们又要去守。No， 为什么不敢进去啊 ？No， 我真的比较好奇是为什么不敢进去。帮忙盖一些防御工是吧？对。为什么？到底是为什么？他们很多人就是看到那个洞口都在死人，就会不敢进去。其实是很合理的，只是他们至少也尝试绕一下嘛。刚刚炸 B 点的时候也是啊，我是拿了下杠我就冲进去，后面就有人跟啊，为什么？我们在玩 BF1 的时候，那种格拉巴山的那个地堡，大部分的人也是不敢进去。没有什么好不敢进去啊，淹上去就对啊。请问一下，这个频道跟另外一个 Mr. J Gamer 五十一有什么关系吗？没有什么关系，千万不要把我拿跟那个智障一起提好吗？左侧。我是一个有追求的实况组，有节操、有追求的实况组。有人在绕、哦，真的确定你有节操啊？我靠，有人在绕哦。就算我没有，不对，就算我有，但我的队友也是没有的。哎，关屁事啊！强行黑，我们从来没有啊！哎。我叫子弹尾，你在哪里？在你后面。不过队友们目前好像做得非常好，没让他们从教堂里出来。没有，因为我们还有一个没撤退，不知道在哪里。你自己看上面。哦，可是这样没有用啊，因为这个时间跟那个无关，就不会动啊。这没有拖到时间，其实对面还在找啊。有啦，他赚了很多，帮我们让我们盖防御工事。赚了非常多，让我们盖防御工事的时间。为什么那个补给点上有一只泰迪熊、欸？有一只什么？泰迪熊？泰迪熊什么？哦，有只泰迪熊吗？真的假的？
你刚拿那个弹，好像弹药那个点油是那个泰迪，真的假？五包吧。话说，那个人可不可以去死一死啊？我们想要打，我们想要玩游戏啊！我看看地图。他没有地图，他现在没有地图，对啊。我需要子弹。等你又在哪里？大家为什么把 EV1 浪费在现在呢？真的有哦，不过好吧，他炸了很多个人就算，不过这炸了没有用啊，就纯粹只是拿到击杀而已。刷分啊！就虽然他可以刷到很多分数，但是他就这样哦，终于那个人终于死了，60个而已，应该。我要子弹，我在后面。前面。我看到那个 V1 掉在你们头上，太恐怖了！我直接从身上给你子弹。哦，不对，那是那个呼叫空袭的那个机器。这上面有泰迪熊吗？我怎么没看到？在那个有人进来了哦，这是队友。哎，真的哎，没有，前面真的有人。哦，突击虎，信我哎，真的是。因为我看你打的位置是队友，我没有那个了，我只能要炸弹。他后面有人打他啊！突击虎，在哪边？在你们左边这条走廊。左边这条走廊。左边这条马路。OK。他在靠近什么地方呢？哦，我有把 MG34就好了。现在看到了，开颗，开两颗，好，没东西点。左右没子弹的吗？左右没子弹。是冲锋枪打很快的、啊。好吧。哦，我有把 MG42就好了。炸弹过去。炸弹在绕，突击虎撤退了，突击虎撤退了。啊，进进来。我这边还有人哦，他趴在地上，对，队友死了。对，那边还有人。两枪，我给了他两枪，但我随便轰的。死了。因为都是烟，我只能随便轰。你不知道他在哪里？继续呼叫炮击啊，亲爱的队友们！守住那颗炸弹。手弹丢了，干！有人摸到那个炸弹了，打死他！一摸到他就死了，但是就是重置了。那个摸太快，他差一步。对啊，弹药箱在哪里啊？其实我还蛮期待，如果我们等一下最后结局的时候是在 A 点，我们就可以进到第四天呢、欸，传说中的第四天。好像真的没有碰过第四天。哦，尾鱼我来了，来不到。对，我从头到尾都 hold 住，我还是挂了。我不知道你倒了，没有问题的。Help！Help！Help！ 喵！哦，那医疗兵不会回头。哇！炸弹呢？炸弹不是结束了吗？是不是又有一个掉在地上捡不起来了？没有，是有一个捡的炸弹躲在后面。这假？对。我看到了。哎、欸，不对，有一个人带着炸弹去 C 了。C 点。对他装了。从哪来的？我就是重点就是不知道他到底摸哪里来的。我战略给结束了，拆掉就结束了。拆掉就结束了，一定拆得掉，因为他只有一个人来。V1 哦 ，V1， 赶快拆，赶快拆！哇 ，shit， 什么鬼？为什么没拆掉？有人拆。哦，一直有。哦，那边炸药，不要救我，赶快拆啊！有人在拆，不拆？拆！可以，要拆掉，拆掉。No！ 妈逼呀！哇 ！What the？ 他在那里粘了两颗那个粘性哎，对，爆的重点。他在马路对面引爆的。